同学，我们接着看清凉大师的抄啊。是曰：四经之名者，以空经，未立一切外物之体。所以这个空境的意思，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。那本体是什么呢？本体就是空。到最近科学家了才证明这一切物质的现象，森罗万象啊，物质现象在哪里？无中生有啊！钟茂生博士给你们做的报告啊，啊，这是最近这些科学家的发现呢，啊，确实无中生有。生有就是生的现象，可是这个现象是刹那生灭啊，正是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哎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啊。我们初学《楞严》，读这两句话。很难理解 啊。那么经过科学这么一说呢，我们对这两句话的意思啊，渐渐能体会到一些了啊。这个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这是讲一个生灭，生灭的时间呢太短了啊，短到什么程度呢？几乎转到生灭同时，所以佛法又说一切法不生不灭。要是真的不生不灭，你说不生不灭不要废话吗？啊，就是世上真的是有生灭，但是在你这个感觉上呢，你决定不能够觉察啊。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都无法觉察得到啊，这个生灭的真相啊。我们常常举人王经的例子，人王经上一刹那九百生灭啊，是一坛只有六十刹那。那么我跟诸位报告呢，常常用光速来做比喻啊。这是诸位同学都知道的啊，都能够肯定的啊。这么多年，这是科学技术的探测啊，光的速度啊，一秒钟30万公里啊，这大家都承认的，都知道的啊。用光的速度一秒钟30万公里啊，那么一公里呢，光的速度走一公里岂不是30万分之1秒啊？啊，一公里距离还很长啊，1000公尺啊。啊，那么一公尺呢，光走一公尺呢，走一公分呢啊，走一公里呢，真的是10000分之1秒啊。在10000分之1秒看光，光不动，有没有不动？它还是动
你已经看不出来了啊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叫不生不灭，生灭即是不生灭。从这个地方慢慢去体会啊，整个现前宇宙的现象啊，这叫真相啊，诸法实相啊。啊，大乘教里都说得好啊，佛常常讲相续，相续是随顺世间讲的啊。啊，实际上不相续啊。啊，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相是牵流，不是相续。啊，那么像现在这个科学家在那里想象啊，宇宙有个原点呢、啊，原点很小啊，说一根头发的直径可以排列100万亿亿亿个宇宙原点，啊，那个原点就像什么呢？我用电影比喻，就像那个电影放映机里面的底片，啊，一个原点是一张底片。啊，这个镜头打开，这一个原点立刻就展开了，展开是什么？是宇宙。啊，但是一展开，立刻就消失了，第二个原点又起来了。那么第一跟第二个原点，它既然不是相虚，为什么那么相同？啊，现的相那么相同。现的相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你要懂这个道理啊，心是真心，真心立念呐、啊，没有念头啊，啊，所以它不是相虚相的，哎，但是那个相确实是相同的，啊，相同它不是相虚相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真的就像那个电影荧光幕上显示这个显的这个色相一样的啊，每一张每一张那个你看那个底片就是幻灯片呢，它都是独立的啊，而且张张啊还没有相同的啊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念头不一样。前念跟后念不一样，但是前念跟后念有相似啊，所以佛也曾经随顺我们凡夫的之见啊，说他做相续相啊，这我们好好懂啊，相续相。总而言之，都离不开因果啊，所以你念的善，所有境界都是你念恶，所有境界都无。这个道理要懂，这个道理对于化解现在世界的这个冲突灾难呢，非常有效，证明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今天的心想不善啊，违背了善法，善法是信德了啊，自信本善呐、啊。在中国三字经头一句就告诉你了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那用佛法讲，一切有情众生，皆有佛性。一切无情众生皆有法性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不是二。那么性本善，就是说一切众生的心是善的，一切万物的心也是善的啊，这个是真的。不善不善，真性里头没有啊。啊，
我们读这个经，读华严的时候，华严讲多少次啊？我们自性有没有染污？没有啊。啊，自性要有染污，就不能叫真性啊。真是决定不会受染污的。啊，那谁染污呢？摩那。第七识是染污意啊。前面也曾经跟诸位报告，是自己染污自己。自己破坏自己，叫不自爱呀！哈，我讲这个爱的时候，我这个今年这个元旦，我写了一篇短文呢，啊，这个嘱咐大家了，用一个爱字，啊，做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啊。我说，诸佛如来之所修所证，就是自爱。啊，诸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就是爱他。啊，能自爱才知道爱他。不自爱啊，怎么会爱他嘛？啊，随顺性德就是自爱。啊，随顺你的本善，你不没有我。我是染污。我是习性啊，你在这个不善的环境里面被污染了，被污染不是你的真性，是你的妄识，这个东西被污染了啊。但是污染之后你就会造业啊，业有善恶，善业三善道，恶业三恶道啊，六道众生的这个染污严重啊！啊，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社会，啊，你看看这种染污，善少恶多啊！这样下去之后啊，大概将来善都没有了，全是不善的染污，那还得了吗？这个世界就是要末日。啊，众生跟一切万事万物都是随着有情众生的心念在转变啊，这就叫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那么这一桩事情，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做这个实验给我们证明啊，确实从心想生啊。我听说也有不少人啊，看了这个水试验之后啊，他们就用其他东西做实验啊，做这个花草啊做实验啊，用这个水果做实验，甚至用饮食米饭啊馒头来做实验啊，一股蒸出来的两个馒头啊，一个馒头对他用善意，另外一个馒头对他用恶意啊。过了几天之后啊，这个善意对他的这个馒头慢慢的发酵，闻的味道很好闻啊。恶意对他的是那个馒头已经败坏了啊，那个气味很臭啊，这就试验出来了。馒头他懂得人的意思，他有见闻觉知啊，跟那个水试验一样啊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懂得人的意思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对人也不例外啊。啊，这个人不善，我天天用善意来对他啊，慢慢的时候这个善意跟他那个不善呢就缓和了。如果我这个善意力量强，他那个不善力量弱，他慢慢的时候就变成善人了
福如来教化众生啊，帮助众生啊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啊。为什么能转得过来？这个道理你懂得了吗？啊，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所以佛教化众生永恒的，成佛之后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可以去休息了，没有。啊，成佛之后事情就更多。啊，虽然更多，他不劳累。啊，为什么不劳累呢？因为他无我。啊，我们为什么做事情会劳累啊？有我吗？总是执着于个我，我没有放下吗？啊，所以你就会劳累。啊，我要没有了，那就跟诸佛如来一样，在这个世间游戏神通啊。一切时一切处都是为一切众生演说啊，那个表演是绝对没有中断的啊，说人家来问就给他说啊，不问不说，但是也有少数例外啊，不问也说，那是什么呢？观察他的语言成熟了啊，虽然他不会问也说啊，但是多数不问呢，他语言没成熟，没成熟，等待机缘成熟，只视线不说啊。这个在大乘教，特别在华严经里面说的多啊，几乎这八十卷华严卷卷都有啊，丰富的演出啊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到啊。从华严经，华严这就好像是一个剧本的说明，真正的华严经在哪里呢？真正华严经就是我们现实的世界啊，在佛法里称为法界，现实的法界，那是真正的大方光佛华严经啊。我们哪一个人离开大方光，哪一个人离开佛华严呢？一个人也没离开呀，啊，这个里头就是觉，就是迷不一样，啊，所以在华严里面显示出很不好的这个色相，这不很不好的是什么呢？六道三途啊，啊，四圣法界已经就是变了质了。但是变得不多，哎，跟一真法界还相似，啊，六道就变得太多了，三途简直就不像话了。但是都没有自信，都没有离开自信，啊，还是一个如舍空体啊。那么这种镜子做比喻，这个叫空镜啊。虽然什么都没有，它能现啊。那能现呢，就是这第二个这个镜的意思了啊。二不空镜啊，为体不无啊，能现万象故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空不是空无，不是说空啊什么都没有，你要这样解释就错了。
所以佛法这个空的意思很不好懂，它有，它存在，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，但是它不是物质，不但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。我们今天讲心讲物，你看世间哲学里面又讲唯物又讲唯心，佛法里面这个空的意思，它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，但是你要晓得心跟物啊，都从它这变现出来的，能现吗？能现是空，它所现的呢，那就是精神跟物质都从这里升起了。在这个阿赖耶的四分里面，见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，相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。精神跟物质，这个精神或者现在科学里面讲的能量，这个也说得很好，见分是一种能量，物质是能量变现的，所以现在科学家知道这个能跟质可以互相转变的，但是它还是差一层，他现在讲的能量是物质的能量，精神的能量还没发现，如果真正懂得心跟物是同源，这个法相里面讲呢，四分里面自证分，自证分是体啊，自证分不是色，也不是心，但是心跟无都是从自证分变现出来的，自证分是自己的本性的，佛法讲真心的，真心里面变出来那个心，那个心是妄心，那不是真心，妄心才现妄幻色，所以这个色跟心都不是真的，这个道理只有佛讲得清楚，佛讲得明白。所以体不无，就是空不能当作无讲，可是有时候呢，在经上的时候也称无，那个无就是空的意思，我们必须要看上下文，不可以断章取义，看上下文就懂得了。你比如说这个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，他那个无一物就是空的意思，这个我们要懂得，看这是怎么个讲法，所以能现万象物，那我们要问这个自证分，哲学家讲的本体啊，我们佛法讲的空啊，空在哪里啊？空就在色里头，空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心里头，我们现在起心动念，
上能够思维、能够想象的，我们称这个为心的。啊，心之体就是法性，啊，就是空。啊，色是指所有一切物质，物质之体也是空。所以《般若经》上才说，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那我们这个身体，这是最明显的精神跟物质活活现的这个相啊。啊，那你知不知道事实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精神跟这个物质的身体啊都不可得。啊，怎么不可得呢？你要懂得刹那生灭，你就知道不可得。我们讲粗一点，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是两个我，不是一个我。那我们想象昨天的事好像在面前，那是那是因果的关系啊，那是因果的这个转变相续循环啊，从这个地方讲因果啊。那接着再讲的近一点呢，前一个小时跟后一个小时啊，不是一个我。再讲的贴现，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的时候，我啊，不是一个我。佛在经上讲啊，前念跟后念呢，不是一个我。这谁懂得呢？你在这个上面真正能够觉悟到、觉察到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叫什么叫不可得啊。我的心不可得，我的身也不可得。这个心不可得了，这个《金刚经》上讲三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啊。三心不可得，那是讲的心想见分呐、啊，见分不可得，相分哪里会有呢？啊，相分是从见分里头变现出来的啊。啊，虽然体是自证分的，但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见分就是心想嘛。啊，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见分变的嘛。一真法界里都没有啊，设法界都是大师五十一心所变现的，不可得啊。不可得，你里头要求得，你就很辛苦了，那个苦是你自找的，不是别人给你的。谚语所谓是自作自受啊，这个世间有苦乐，苦乐都是自作自受。啊，你能够做乐不做苦，啊，算是你是聪明的。啊，怎样我做乐不做苦呢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与性德相应，这就是乐。与性德相违背，那就是苦啊。性德是什么呢？我们讲个很具体的，性德就是十善业。在我们中国啊，古圣先贤所讲的伦理道德啊，随顺伦理道德
乐在其中啊。违背伦理道德，那你就苦了，你就造作恶业了，那你要受恶报啊。啊，伦理道德是信德啊，那么在佛法里头最基本的是善业啊，是善三规五戒十戒，信德了。你不照这个去做事，你违背信德，违背信德，你哪里有乐呢？啊，为什么世出世间这些大圣大贤都强调持戒？儒家讲守礼呀，儒家的礼就是戒啊，就是佛家的戒。礼没有了，儒就没有了；戒没有了，佛就没有了啊。所以《弟子规》跟《十善业道》没有了，入佛的根都烂掉了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世间还有如佛的形象，像一棵大树一样，根已经烂掉了啊，但是怎么还没倒下去啊？根烂掉了，我们就知道随时会倒掉，它已经是死了，它不是活的啊，它不会发新枝，不会长新叶。啊，存活不会长久，这一定道理吗？啊，我们很幸运，发现这个问题。啊，发现为赶快救根呐、啊，从哪里救起？从自己救起。啊，根本不治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谈。为什么呢？全部落空。世出世间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，世法里面没有根，你所造作的都是罪业啊，你所造作的善未必是真善。你看看了凡四训，善有真假，善有端曲啊，善有满有半，你要通通了解之后，你才知道你行善了是不是真善了。啊，你将来果报在什么地方？你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必问人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，世出世间真正想断恶修善的，你不从《弟子规》，不从《十善业》，你到哪里去修啊？这是世出世间的圣人真实教诲啊！你不听，你好高骛远，你要去看那个枝叶花果，那很好看啊，真是又玄又妙啊！学习之后得以忘形啊，最后什么呢？什么也得不到啊！讲的天花乱坠，得不到受用啊！
烦恼没断，智慧没开，自己总要觉悟啊，总要明了啊。学习真正有成就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一定是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都不以外境所转。啊，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定的，啊，法喜充满了。这个经教里头常讲啊，长生欢喜心啊，啊，对一切众生。大慈大悲我们是不是这个现象啊？对一切众生平等对待，我们今天对众生有没有高下，有没有我喜欢接近这个人，我讨厌那个人，这就不行了。你什么功夫都没有啊，啊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，这十个字一个字都没有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我根坏了啊。弟子规十善业，啊，培养根，到什么时候根现前了？啊，儒家诚意正心，你的根合起来了，啊，到诚意正心就合起来了。可是诚意真心你要知道，你要有烦恼，你的意就不诚，你的心就不正啊。所以诚意一定要自知一定要格物啊。格物是什么呢？断烦恼障啊。智知是什么呢？断所智障啊。二障去掉了，意就成了，你的根就合起来了啊。意成心正，心正身修啊，这个身修啊就好像这个植物啊，哎，长出芽出来了，啊，齐家治国平天下了，使这个树苗啊逐渐长成大树了，开花结果了。啊，在佛法里头，佛法是修出世间法。啊，十善业道是叫你断恶修善。在三规，在持戒，啊，具足中戒，不犯威仪，啊，培养你的善根，啊，善根现前是什么呢？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。菩提心呐，啊，菩提心是一切众生的真心，一切众生本来通通都有，啊，现在怎么样呢？迷失了。为什么会迷失呢？因为有烦恼障，有所执障。
所知障是错误的见解，我以为怎样怎样啊，我想怎样怎样，你想错了。啊，佛法都不能想，一想就错了。啊，所以经我们只看。有没有意思？这个话我讲了很多。佛经没有意思。趁性流出来的，流露出来，唯有它没有意思，所以它有无量意。啊，你这个一句经文，长讲短讲，前讲深讲，真叫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。为什么它没有意思？如果有意思，有意思是死的，只有一个讲法，不能两个讲法。因为诸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所以他说的这些经的时候，都是以从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个情况之下流出来的。我们要用妄想分别执着去理解它，去研究它，岂不是全错了？啊，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我一看一听就懂了。啊，彼此通了，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障碍呀，不通啊，不通的时候，往往你是去结了意思。你错解了啊！我们今天学教自己没有开悟啊，老师一再交代我们要看古人的注子，不能看现在的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古人的注子已经经过千百年的时间，他要是有错误的话的时候，他就传不下来啊，因为古时候这个经书早年是手写的本子，都手抄本子，你不是真正好的东西，真正开悟啊，是正果的东西，谁愿意用那么长的时间啊，那么样的经历的时候来给你传啊，来抄你的东西，不可能的。以后虽然进步了啊，有这个木刻的这个刻板的印刷啊，可是那个成本也非常高啊。诸位现在如果到这个南京去观光旅游啊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到金陵刻经处去看看啊，他那个地方还有木刻板在那里刷这个经本，哎，你去看看从前的。啊，那个成本高啊，你一个人一天的工作大概只能做两三本书啊，熟手啊，像我们去做啊，一天一本书都做不出来啊，成本很高啊。啊，谁愿意传你的？你的东西真好，人家生的是真生恭敬心欢喜心啊，才肯花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啊来流通啊，经过时间经过历史考验啊，现在人都没有经过考验啊，我们自己这一生的时间有限，所以一定要先找货真价实的啊，就是经过历史考验的货真价实，我们先用这个学习这个，然后再学现在的
啊，到你真正契入境界了，那现在人的这个著作或者他的这个讲演，你一接触就没有了。啊，就知道他误入什么境界。啊，你有没有必要跟他学习？啊，这个就是儒家讲的不学审问。啊，审问很重要啊，你要去审查了。啊，古圣先贤的东西传了几千年了，那你就不必审问。完全相信，不能有一丝毫怀疑，你才能得利益。啊，就是不但是佛经没有意思，儒家经典也没有意思。啊，你看这个2000多年来，历朝历代，啊，都有解释。啊，《论语》注解有多少种啊？啊，每一种讲的都不相同，都很有道理。啊，这个叫经典呐。啊，我们读古人这些注解，提供自己做参考，希望在这个。参考这些东西，自己有悟处。啊，你读的很多，你为什么不开悟呢？你着了相，你就不能开悟。啊，所以《起心论》里头，马明菩萨教我们，虽然讲的是读佛经，对中国主古圣先贤经典同样有效。啊，那就是。立言说相，那个书本呢，就是立文字相，啊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。这个心缘就是你只是去读，你不要去想它。熟读，熟读，哎，就会有悟处。啊，所以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就这个道理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千遍前心定了，定生慧呀！啊，慧就能看出古人他的境界啊，他的用心呢，你就能看出来啊，真的受用啊！所以是。不亦乐乎啊！啊，你要用绞尽脑汁去研究，啊，去分别，去执着，你就错了。可能你把他的意思全部解错了。啊，他没有意思，你所解释全是你自己意思。儒家不是孔子的意思，不是孟子的意思，是你自己意思。那佛家不是佛菩萨意思，是你自己意思。为什么呢？你用你自己意思去解，这个是很大的忌讳呀。啊，所以立心一时啊，佛家重视立心一时参呐、啊，参禅要立心一时。学教啊，也要立心一时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没有妄想。啊，你才能够起入，你才能够啊，
知道真相。啊，这个真相就是此地讲的能现万象的真相。啊，能现所现的真相，你才能够明了啊。第三个讲静静，为以魔之立成狗故。啊，这个静静就是什么？这是讲修行。你自己成功了啊，魔智就是讲我们学习，佛家讲修行的成垢啊，就是烦恼习气啊，烦恼习气断了啊，断的样子是什么呢？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成垢离了。给诸说千经万论呐、啊，无量法门呐、啊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一句话。就是断烦恼啊，这个断烦恼就是当家大师教给我的放下，放下一切执着，放下一切分别，放下一切起心动念，恢复到本性啊，恢复到真心啊。这个大乘经教里都讲的太多了，真心立念，那你就晓得，念是什么？念是妄心，真心没有念头啊，没有起心动念。但是这个实在太难太难，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自自然然就起心动念，啊，起心动念叫惑，迷惑。无明啊，分别执着叫造业啊，有起心动念，但是还没有分别执着，还行，还不错 啊，算是你已经有觉悟了。为什么？你不造业了啊。什么人呢？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，他虽然起心动念，但是他没有分别执着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真正修行的功夫，自己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于一切境缘之中，啊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啊，在这个里头练什么呢？练不执着，练不分别。如果真的不执着，见思烦恼断了啊，就能超越六道轮回啊。如果一切都不分别了，尘沙烦恼断了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四圣法界，不再六道了啊。四圣法界里面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还有佛啊，这个佛，天台大师讲，相似即佛啊，像佛，不是真的成佛了，真的成佛，还要把那个起心动念扶住啊，每段能够控制，能够扶住啊，那你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我们今天什么烦恼都扶不住，求生净土，待业往生。
待业往生是烦恼习气没断，一句佛号把它控制住。念佛怎么个念法呢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哎，才起心动念，阿弥陀佛。转得快呀，是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一句佛号提起来就是觉，你要转得快啊！执着分别才动，阿弥陀佛，把那个执着分别打掉。这是真念佛，会念佛啊！念到一段时期真有效，烦恼清，智慧长。现在时间到了。